今日就教大家怎樣上 Synergy 的新的粉底液，叫 Envirovel 梳芙蕾絲感水漾粉底液，總共有四隻色的，我會用到三隻色咁多嘅，一隻主色，一隻陰影，一隻光影。咁我就會用呢一邊就上主色，用 Gradient 的 Mineral Mist 直接噴落去，我會用嗰個 Surface 上主色啦。呢個就係 EV20 畫一條橫線，就每次攞少少啫，印上面。Shadow 我會用 EV40 啦，不過就唔使用咁多，就用 logo 嘅呢一邊上 shadow。如果想輪廓再出啲，同埋睇嚟後生啲咧 ，highlight 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會遮蓋你啲凹陷嘅位置。用呢個頂部虎紋咧，係要向上印啊嚇。嗱，咁個底妝咧而家就非常之靚啦。Synergy 咧而家就叫呢一種做 Light and Powering 嘅 Dewy， 即係佢係有一種水漾感嘅，少少靚，但係非常之自然嘅。Me明白。